事儿，就在这外面看着雪山，剪着视频，然后给前车发会电。嗯，一般白天发电好一点，因为如果晚上去发电的话，旁边有露营的话就会吵着别人，所以我一般选择白天给他多发一点，然后晚上也随便够用。然后今天看日出嘛，起来的特别的早，一会儿想再补会儿觉，然后他睡醒之后我们就可以吃午饭了。你看你在干嘛，在清洁自己啊，两个哥哥都在睡。上高原的话其实一定要休息好，我倒是没什么事，但霓虹这种的话，像霓虹的话，他如果不睡够的话就会容易头疼。已经很棒了，没有高反，让他睡会吧。然后我想下午到那上面平台去拍照，因为那上面特别漂亮。醒醒了，你看干嘛嘛，睡会儿嘛，睡会儿。这个贡嘎雪山啊，它就时不时的被云给挡住。干嘛啊，要干嘛嘛，上厕所啊，怎么睡嘛，睡好，去那边上山，去那边上。现在先不玩哈。是想尿尿的，来，走回去。我们下午一起到那上面去玩。我刚才打电话出来，我听见奥利的声音了。一看他醒了。啊，我一带奥利奥出去，你就想出去啊？好，你要进去睡觉。你要再睡一会儿哈，你今天起来这么早。喝着快乐水，剪视频。哎，我发现上面有个大天幕哎，这个就是我们那种天幕。你看我今天都没有选择搭天幕，是为什么呢？因为天幕的防风性确实有点差。如果起阵风的话，很容易就是把它那个防风绳和支撑杆给弄损坏。然后在这边的话，其实你晒会儿太阳还蛮舒服的。所以我们今天就根本就没有搭天幕。然后其实在这种地方风比较大的时候啊，就搭那个车边天幕是比较好的。搭那种六角天幕的话就是不太好。那说实话，这个地方如果在阴凉的地方是冷，很冷的。我们刚刚吃完午饭哈，然后这边就出现了云海。我的天哪，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云海啊，而且我是亲眼看见它怎么形成的。哇，太漂亮了。我们就是在这个云上面哈，就从那边飘，慢慢慢慢慢慢飘过来。你看这边，哇塞，这个云海太震撼了。但是就是从上午过后哈，这个贡嘎雪山的这个山主峰呢，就一直没有露出来，一直被云挡着的。所以我们今天运气还是比较好啊，看见了这个贡嘎雪山的这个主峰，但没想到能看见云海耶！哇塞！就如果这个点上山的话，就会经过这片云海，然后再上到这上面来。那现在太阳又渐渐的出来了，刚才一直是阴着的，那特别是那一片特别漂亮。哇，今天这个运气真的是好啊！对，又看见了这个主峰，又看见了云海哈、啊。对啊，然后就看日出也见到了的。就看晚上能不能看见日照金山了。没看到吗？钻上全师傅。哇，这感觉太棒了。这是我第一次看云海。哎呀，又把衣服给脱了。这边的这个就是太阳晒着，那这个下午还晒着就有点热了。然后阴凉的话又有点冷，真是一下脱一下穿的。我就坐在这里静静的欣赏这个云海，太美了。哇，看一下现在，大家没看错。这个一阵风啊，就把雾给吹过来了，什么都看不见了。坐在这边的体验蛮神奇的，就一天你能看见好多种景色了。好像又要吹散了，哎，又要出来的感觉了，这种感觉很神奇啊。它就是一会儿能看见，一会儿看不见，很有神秘感，怪不得这么多人这么向往它。我们也是运气好，反正已经看到它全貌了啊，对，已经无憾了。现在有点冷，这样子吹着。嗯。哇塞，这个雾好像下不去了啊。对，我还等那个日照金山呢，估计等不到了。
估计没什么希望了，现在太阳还在那边上面，但是这个雾已经完全包裹了。对，越来越大了哈，就跟我们昨天上来的时候那种有那种感觉了，差不多了。嗯，我感觉散不了了。这个还是得靠运气哈。嗯，不过其实今天运气蛮好的，今天下午云海也看了，对，然后那个山呢也是一会儿出来一会儿隐蔽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就把桌椅给搬进去，在帐篷里面待着。它吹过来的这种雾呀，特别的冷，感觉特别冰的感觉了。嗯，我已经快越来越看不清楚前面了。本来就预计今天晚饭在外面看着日照金山，然后煎个牛排吃的，牛排都提前解冻了。哎呀，没想到又起雾了。哦，好冷啊！要不帐篷里面去煎牛排吃？也可以啊。先把东西搬进去再说吧。对对对，先赶紧搬。好了，今天晚上就在帐篷里面吃饭，把这个放下来。哇，这个放下来一下就好了。那边的那个雾一阵一阵的往这边吹。哎呀，刚刚收拾东西准备回帐篷里面吃东西了，那结果它又出太阳了。哇，你看这个，好漂亮，好像这个雾它又要散开了耶。哎呀，这个天气太多变了。我已经准备好吃的东西拿进帐篷里面了，整会儿在帐篷里面吃晚饭。然后本来说煎牛排的，然后发现没有油，这个太郁闷了。看来那个牛排只有等着下山到时候去买油再煎了。我感觉这个雾好像又要散开了耶，沿着后面，哇，太阳又照过来了。哎呀，现在太阳晒一晒好热，现在太阳晒一晒还挺舒服的，刚才好冷啊。耶，你这样子趴着，太神奇了这边的天气。